你又做噩梦了？放过我吧，放过我吧，老爷，饶命啊，饶命啊！你的心病，饶命啊！何时才能消啊？屈臣兄，判事来看你了。我知道，20年了，你魂在九泉也在恨我。可你也该知道，我当时身不由己啊，我无奈啊，我。是这里吗？就在前面。我问清了，当年清月庵的师父领着一些好心人，把老爷他们的尸骨都偷偷的葬在这里了。现在先来看清地点，晚上再来烧香祭拜。坡下路上都有行人，你们都要轻声点，千万不能引人注意啊。天福，爹，娘，我何来呢？女儿看你们来了。女儿隐身外乡，这一天女儿盼了20年呐、啊！爹爹，娘啊，啊啊！
走，别哭了，快快快，快走，墨荷。我没有看错，她是陈家的后人，陈去臣的女儿啊。女儿会为你们心情怨屈的。小声点，小声点。哦。我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呢？神仙选我愁深难安，输了一次难挽回，虽不远千莫下嘴言，莫下嘴言。二十年隔梦惊魂，失身发难道说此生苦海永无边。有道是乐生俱死，人心皆然，期望你望林多宽恕，多宽恕啊，不再旧伤。二哥，真想得出。刀都架到脖子上了，还喝哪门子喜酒啊？老三，别这么说，冲喜消灾，就是苦中作乐，也是应该的。大哥，诸位，今天呢，都是自家人，不便张扬，能吃的多吃点儿。能喝的多喝点，不要客气啊。二弟、三弟，红绫天柱以后就要靠你们多多关照了，大哥在这里敬你们了。师父，爹，师父，天柱信拙至短，只知道天道酬勤，事在人为。今天当着众位至亲好友的面，天柱立誓，若治不出玉墨，天柱陪爹爹一道走。师哥，我不让你跟我一道走，你要掷出玉墨，你要掷出玉墨呀！自然亲友作证，苍天作证。师父，师父。
哎呦，哎呦，县太爷，县太爷，小民张盼石给您请安了。实不敢当，你张老板吉人天相，遇难陈祥，是个福大命大造化大的贵人呐、啊。本县倒该给你请安、啊，县太爷，您这话是折我的寿啊！盼石能有今天，全是县太爷所赐，大恩大德，没齿不忘啊！盼石啊，好听的话你就别说了，有用吗？是是是，口惠而实不至，对不起县太爷您呐、啊。盼石无以为敬，特备毛诗一部供县太爷雅赏。哦，本县不敢说学富五车，可这一部毛诗倒也百读成诵。盼石啊，这本毛诗你自家留着受用吧。瞧瞧瞧瞧瞧，真让我猜到了吧？县太爷才高八斗，这一部毛诗自然难入法眼呐、啊。所以盼石另备黄梅五百，家人马上送到，还请县太爷赏脸呐、啊。五百两黄金，这家伙倒也大方。盼石啊，你是知礼知趣啊。这些小事不说了吧，本县有一差事，还想借重张老板呀、啊，请县太爷吩咐。哎呀，一些明政事务已令人应接不暇，又添御墨一事，哎，本县是分身乏术啊，不知张老板能否分忧，去就县衙墨武帮办一职。这帮办虽说不算是个官，可他毕竟是官府差事，既能随时掌控墨业内情，又可置身局外作弊上官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张老板害怕此事担风险？县太爷吩咐，盼石敢不从命。说到风险，县太爷，你这根针能过去，我这根线也能过去，成为和县太爷拴在一条绳上的蚂蚱，盼石不胜荣幸之之。好，好，老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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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朝廷五百里甲级文书到。啊、哦。县太爷，县太爷，县太爷，我是啊，总督衙门发来巡视，把治玉墨的期限由一年改为半年。啊、半年，这层层加码，这不是要人命吗？更要命的是，半年如若无成，就要查办我这个知县。兄台你呀、啊。也是罪责难逃。我？啊，不不不不不，这治玉墨是汪时茂的事，与我毫无关联。张大老板，你别忘了，你是墨武帮办。我这个墨武帮办，又不是朝廷命官，我不干还不行吗？站住！半天里一个雷，你不干了。我来休宁不过两年，两眼一抹黑，你不干了，我指望谁造玉墨？我告诉你，你的帮办之名，我已报在总督衙门了。太阴狠了，死了还要拉个垫背的，赖是赖不掉了。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，赌就赌一把吧。张帮办，想清楚了。
现在的你我才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了。县太爷，你话说到这份上了，潘池要是再说二话，那就是不识抬举的混账王八蛋了。好吧，从今以后为老爷马首是瞻，上天梯下深渊，有你就有我。好，张榜班果然是有心胸之人，那本县就放心了。县太爷，你是省心了，我却全心难放啊。哎呀，潘池名为墨务帮办，但说到底呀，不过是衙门左杂，跑腿走卒而已。面对近身复古，人微言轻啊。你的意思是？古话说得好，萤火不能自照，必借烛龙之光。萤飞岂能及远，必赴纪委而显呐。哎呀，你就别绕圈子了。既是县衙帮办，理当有职有权。好，从今日起，我从陈方营给你调10名团丁，随你差遣。另外，给你写一份休宁县正堂谕帖，待我处理一切末业事务。哎呀，哎呀，老爷英明，老爷英明啊！这个死老婆子，就隔这几个钱，打不了半壶酒。倒霉呀，今天这个酒喝不成喽。老人家，哎，老人家，哎，这是你丢的钱吧？是的，是的。哎，年纪大了，老眼昏花，丢三落四的。哦，天不早了，快去打酒吧，这钱要是再丢了，可就难找回了。哎，谢谢了。你是谁呀？哦，到这里来做什么？啊，老人家，我就是来看看你。我好像在哪里见过。我想想。哦，老人家别想了，我是陈妈的儿子，几天前你老还帮过他的忙呢。哦，知道了知道了，你也要看看那个东西啊。嗯，随我来。来，老妹子看过的东西都在这柜子里。就是这一本。嗯？哎，怎么这几页被人撕了？怎么会呢？哎呦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看样子好像是新死的。这几天有谁进来过？谁能进来啊？我老头子古板得很呢。哦，想起来了，张帮办来过。张帮办，对，是他。哎，哦，哎，你什么人？在这做什么？他是外乡人，进来随便看看。是啊，好奇，闲逛闲逛。天不早了，逛什么逛？
对不起，跟我们走一趟。哎，走，你们这走什么呀？你抓人呢？走，凭什么抓我？柱子，哎，你去玉器店把我定做的玉簪取来，我去看看出了什么事。哎，好，快去。好。没做什么坏事啊！走，放开，放开我！我会被卖走。天柱大哥，哎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啊，胡掌柜，这人在祠堂形迹可疑，我们要带他去见张帮办。哦，误会误会，这个人呢是我的远房小表弟，身世清楚，来历明白，看我的薄面，放了吧。啊，原来是胡掌柜的小表弟，放了放了。胡掌柜别见怪，我们也是奉命行事。张帮办有交代，凡是心迹可疑之人都要带去见他。什么是心迹可疑之人？大体就像他那样，面目清秀，外乡人装扮。他是想纳郎配，还是想找女婿啊？得罪得罪，走。是，谢了谢了，慢走。胡大哥，不是你及时援手，我要唱一出苏三起解呢。这事是有点奇怪，如果我猜得不错，张盼池要找的人就是你。我和他素昧平生，他找我做什么呀？这就难说了，也许。也许什么？也许他和令尊大人相识吧。你说什么？陈姑娘，你还不相信我吗？我们一家三口都是劫后余生，躲躲藏藏，就像惊弓之鸟啊。哦，陈姑娘，我什么陈姑娘长陈姑娘短的，我的名字叫墨荷。墨荷，好名字啊。天柱哥，天柱哥，你真好眼力，选的这只玉簪真漂亮。喏，你看，胡大哥，是你送给意中人的吧？送给红林姐的。哦，是你媳妇？哦，不不不，是我师妹，刚刚定亲。红林姑娘，好福气呀。快走吧，城门肯定还有团丁把守，我和二柱子。送你出去。走。哈，张帮办，稀客呀。哎呦，天柱，你不是怪我来的太少了吧？往后啊，我可要踏破门槛喽！哎呀，求之不得呀！有张帮办勤驾照应。哎呀，什么帮办？狗屁！这县衙要找个墨务帮办，我只好硬着头皮顶上来。哎，你们想想，这万一来个阿猫阿狗指手画脚、敲诈勒索，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。别人是献丑不如藏拙，我是藏拙不如献丑。自家人办自家的事，总要方便多了。哎，我这片苦心呐，也只能在你们翁婿面前诉诉了。那是那是啊。哎呀，张老板呐，我是等死之人呐，天柱还要请你多多关照啊。哎呀，说句托大的话，这天柱啊就是自家的侄子。天柱啊，你那个小表弟呢？听说他风华俊雅，一表人才。哎，你不给我引荐引荐？小表弟？天柱啊，你哪来的小表弟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哈哈，师父，是我一门远房亲戚，就这么称呼罢了。走了，我把他送出城了。走了？他住在哪里？是城郊还是乡下？张帮办，这不是莫业内的事吧？嘿嘿嘿，只怕也难说呀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哎，你别误会，其实我是怕你应酬过多分心呢，耽误了治愈莫的事情。你看
王老板体力不支，至于墨的事情可就指望你了。我今天来就是要告诉你们，朝廷又下文书了，玉墨上交的时限改做半年。什么？半年？这罢了罢了，你现在就砍下我的脑袋交上去算了。没办法没办法，圣命大如天呐，以天助之才，要想制出玉墨也不过是三年五载，要是在半年之内制出，哼，除非……除非什么？哼，给你们透露个消息吧，陈家还有后人。无血不来风啊，只要找到陈家的后人，求得墨经，那制玉墨就是举手之劳啊。王老板告辞了。天柱，我走了。半年，还只有半年，就这么久。掌柜，你请，请里面，请。啊，胡大哥。啊，上山办事，今天下雨，过来坐会儿。嗯，胡掌柜，你上次来，我也摸不清底细，真是慢待了。前天又是你给墨荷解的围，真是感谢你了。您坐。啊，陈马客气了。我和墨荷一见投缘，哦，还有田父兄弟一见如故，还是那个意思。胡大哥，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说，哪有那么多忌讳呀？傻丫头，谁像你啊？心是口，口是心，无遮无拦。那要看对什么人，是吧，胡大哥？啊，哦，对了，那天送你走后，我见到了长盼池，他好像知道了你的身世。嗯，我一到海洋，他好像就盯上了我。这个人过去就有点高深莫测，你们都要小心点，能避开就避开他，别去招惹他。我倒想会会他，看他究竟想干什么。墨荷，你不要去惹祸。知道了，胡大哥。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吧？有话直说吧。我，嗨，怎么了？不说也罢。嗨，你
怎么扭捏起来了？大锅本是霜，情之秋难出口，一阵尴尬涌在心。看他脸色又难思，我多少也能猜出几分。哎呀，胡大哥，急死人了，你快说呀。我该怎么说呢？未知一门胆中人，怎奈何时至今日，难窥其门，叫我知其有几千如仙，你老难脱身，似夫妻欢似其丁，似妹爱山内层层，人在穷头盼指点，草木风寒望甘霖，天助病急乱投医，求援来拜陈家人。陈妈，我胡掌柜，陈家帮不了这个忙，请见谅，请见谅。哦，我也知道这是强人所难呐。哦，没关系，你们就当我什么也没说。哦，雨不下了，我该走了。告辞了。胡大哥，我去送他。胡掌柜，胡掌柜，我知道你是个好人，实话也不瞒你了。陈家是有墨金，可我难呐。当年老爷曾嘱咐我两件事，一是把墨盒抚养成人，二是让陈家的墨再见天日。让陈家的墨再见天日？是啊，虽说传男不传女是陈家的家规，可陈家只留下墨盒这一条根呐，女孩子终究是要嫁人的呀。嗯，我明白了，墨经的传人将来只能是陈家的姑爷。只能如此，只能如此啊。胡掌柜，原谅墨盒，原谅陈家人，我给你赔礼了。我不，陈妈。哎呀，陈妈，是天柱不懂事惹你们伤心了，求原谅的应该是我呀。我走了。以后有什么事尽管来找我。哦，保重。师哥回来了。天柱啊。师哥。天柱。是啊，想想也是，这事儿摆在我的身上，遭了这么大的难，受了这么多的罪，我也不会把墨经送给别人呐。天柱，你诚心相求，他陈家总该给句话吧？是啊是啊，陈家怎么说呀？
还要人家说什么？一情一理，墨京只能给陈家的女儿墨荷。可她是个女孩呀。哦，我明白了，只能传给女儿，那就是说只能传给姑爷喽。姑爷？陈家有姑爷吗？是谁呀？哎呀，你就别问了。哎，师父，我换衣服去。哦，天珠啊，天珠，快去用热水好好洗一下啊。姑爷，是他家的姑爷才给墨京。看来命中注定，我王师茂活到头了，就别让孩子们再为我为难了。天柱，牢记我言，
好自为之。师父，爹爹吃药了。哎，爹，哎，爹呢？啊，医术，不得了！师父要自尽，快快找人！爹，快快啊！重生。